好，我们看一下生肖属猪、属兔、属羊的朋友呢，这般运势只有一颗星的好运气哦。在身体健康方面呢，一定要特别留意哦，因为病福星来干扰，一定要多做运动，然后多养生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加码的部分，财运最优，恭喜生肖属狗的朋友；还有事业最旺，恭喜生肖属猴的朋友；以及桃花最多，恭喜生肖属牛的朋友。